没事，这真的是设计科会出来做出来的东西，你会哭吧？他很像那个要去核电厂抱怨的。太合适了，反合适。对，他也很像，他玄玉武，玄玉之花，抗议，抗议，抗议。你就是他妈宅男而已，然后拿一个这种两公的东西。完全不知道干嘛，他说要带我去摸奶。那现在今天钱有代购吗？我没有算钱，就是你刚刚的通告费啊。通告费付不起。你的通告费有5000块，5000块也做不了的事情。我那已经做黑的。你是不是很想做黑很久？毕竟单身了这么久，对不对？那个半套也可以。不是，我们很远的，我们要远离台北市了。我们等一下要去三重跟芦洲。那我待会走路要低头。我以前第一次到芦洲，我坐那巴士、那公车，我路上人都不穿衣服的，然后或者有人把那内裤套头上都有，不知道什么。内裤套头上都是神经病，啊啊、那跟流氓没有关系。连到高中就是，你只要看人看别的学校演那个，就说啊瓜小，瓜小，弄溜啦，弄溜。拍了大头贴，气噗噗的照片，而且重点是因为我身上只有150，他说每机要200。好，我现在就是我开那个模拟考试那个 app， 然后我跟阿明一起同步考试，看我可以考几分，几分是过我都不知道。85。好，我现在开始考。你看我现在眼睛是笑，看起来是笑的还是不笑的？我先说。怎么考？我们现在还有两个没有考，一个是道考跟一个是场试，然后我们就两个要考。重点是我觉得最让我困难的地方在于要打灯摆头，那你就摆超浮夸，让那个旁边的你是说我一打灯这样他有他其实这车子上面都有摄影机，所以他会放慢，放慢100倍看你有没有摆头，然后就看我这样。然后今天我教练也在场，我们等一下就去找一下我们教练，然后聊聊。是，哎，你知道我笔试有过吧？不然也不会来。不然你来干嘛？不然你来这边干嘛？猜猜我笔试考几分？我怎么知道？猜猜。有过就好了，大概85分到90分中间吧。我跟你讲，100。是真的吗？有点意外，有点意外吧。整场哦，整场这个里面哦。就说他这个走廊是一个金色头发，假鬼假怪。我是8+9，拍镜啊拍镜啊，你看。89妹。我有那个胖肥胖纹，算不算刺激？哎，我那天发现我跳的不够好，不是，我觉得我这个电流没有做得很好，因为我发现我这个手指的部分太僵硬了。老周也会跳舞，不是，不是这个，你是不是不敢跳？他竟然！你过来，你跳一个 lucky， 因为你的左手旋转起来，旋。那我们现在要旋转加上手拉出去，这样。他横膈膜抽筋，好可怕！内蟾蜍功，啊哈！我做错了啥？你家的艺人。表演很难懂，他不是我们家艺人，他被降级了。我现在是做道具的，他已经从 CEO 直接降级成工友。我这加做道具有加分，不是订书机订几个钉子，就在这边邀功邀成这样子。对呀，你们根本就想不到要怎么做。我就会买一个鼓棒，然后用胶带。
上面粘起来，然后就慢慢接上去。买一支鼓棒200块，买一个3秒就要200块，400块，你的成本是400块。我刚做那支块钱没花到，都用公司的，你知道。所以你是工友很正常，收破烂，整理在破烂。不是，而且他才做这么一次而已，他就邀功，就在邀功邀一辈子，好像做了10年的道具了。我跟你讲，来，那我跟你说，你可以再出考题给我，我再下次再做一个东西出来。我们需要那个史努比屋可以完成。哎，我这要说，然后再需要一点爱的动力。不需要爱了，现在没有感受到爱。异界之门是哪？你看，睡到上面长霜了，睡多久？发霉了。睡太久，发霉。他与他的那个苏燕与他的家当们。下雨的时候就拿个桶子去接雨水，这是我洗澡水。又厚了正常，穿厚衣物。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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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精神时光屋最后一站。对。加油！好啊。烦死了。耶！不得不说，今天最开心的不是拿到驾照。嘿，那最开心是终于可以离开了。哦。5点多起床，7点半前就到树林监理站，到现在已经下午2点。全公司都出来陪我考试。欸，我们是第一个到监理站，然后最后一个离开考试会场了。你还没过的话，最后一关没过的话，你们会打我。会，都已经入考了。我不得不说，就是感谢大家，第一餐都还没吃，然后一直陪我坐在这个地方，所以今天我请客。就在等你讲这句话，烦死了。欸，不是，就算你已经考过了，你的教练还是说你是靠赛过的。干你老师的盖到满，从早上哪有盖到满？这边还有啊。哦，盖到盖了一条，哎，盖了一整条，这边是100块。同一个人哦，同一个人监听。他还没下班。200块是200块是不是？没有100块。好啦，盖到第二条才200块。白痴哦。还想喷人家乱盖。我现在要请，就是你知道，请大家吃饭了。好了，阿辉上车吃饭。